点回贴。哦，好，它这边哈，哦，还蛮长的，哦，所以我们就写上来一点，好，下。停停。停贴，好，这个耳哈，就看一下那个转角，好不好？哈，转角。基本上它还是属于扁形的。停贴，所以这边提贴很重要，哦。那有时候我们呢，啊，贴的时候会贴得太用力，哦，所以为什么要一再的去练，就是去练说你的手要怎样去掌握这支笔。